宝宝们，你们看桃子的形象只有八颗了，太穷了。我决定今天要去赚一点星星。哦，你怎么这么穷？路费都快不够了。哎，就是呀。所以说今天咱们去打虚空幻影吧，这个人头是不是就该让给我呢？所以说下一个归我了。下一个就再说吧，到时候看看嘛。来仓库里找一下打远古巨人需要的材料，琥珀块还有四个，星桃石、紫银石只有一个啦，乌金仓库里是一个都没有，还有之前用精准采集的钻头挖的这些星铜石，摆出来把它挖掉，看一下能不能多包几个。好吧，并没有，一个都没多。现在是八个星铜石，一个紫银石，七个乌金，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去蒙眼星挖一点吧。星铜石我来吧，正好传送点附近就有一片高山，挖上两个就够了，星铜石就搞定啦。接下来我再去挖上三个乌金，那个钻头呢我已经给阿离了，让阿离专心的去挖紫银石。听说现在太合金稿子也能挖紫银石了，正好顺便来试一下。我去，真的呀，那以后生存又可以省了一个步骤啦。而且我这个太合金稿子可是附魔了挖掘幸运的，能不能多给我抱几个？这片空岛上的紫银石还是挺多的，挖了一会儿就已经挖到六个了，加上仓库的一个是七个。阿离，你身上有几个紫银石了？两个。那你就加油再挖一个，我下去挖点乌金去了。终于全部集齐了，接下来就提一个星球传送券，传送到出生点附近。这玩意儿老珍贵了。是啊，到现在我都从来没有用过呢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你怎么站在我头上呀？哈哈哈，截个图先，先别动。我不服，为什么是我在下面？封面就是这张图了。工作台也带了。把刚才挖的矿全部做成块。我想白嫖乌金。可以啊，现在我们老缺乌金了。那我就先把乌金放出来，你到时候直接蓄力，再把剩下的三个放好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幸亏我发现了，我的弩没有耐久了，赶紧修一下，不然待会儿打着打着哪有时间修啊。来来来，准备好了吗？我数三个数你就松手哈。三二一，敲。二，没敲下来。嗯，你不会是没对准吧？没有啊。没事了没事了，到时候再去挖就行了。老规矩啊，卡上一阵子，这个远古巨人就出来了。第一形态就不说了，打完三个小怪。不过我发现每次这个大红都过来找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最难办的红红解决掉了，就剩小白和小蓝了，把他们两个也接连解决掉，远古巨人就进入第二形态了，再也不是那个瘫痪的巨人了。接下来两个形态那就好打啦，只要挖柱子就行了。不过啊，今天比较反常的就是这个远古巨人怎么照着我打呀，之前不都照着阿离追的吗？第一个颜色就刚好刷在脸上，直接敲掉，然后就拿出弩给他射射射，打掉了六分之一的血量吧。第二个是白色的，稍微有点远，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啊。嘿，直接蓄力。哎呦我去啊，差一点就到了，你给我射下来了。幸亏我敲掉之后还能眩晕他，趁他病要他命。三次是蓝色的，又刷在脸上了，晕了之后就朝着他的屁股打。这一次应该能直接打到第三形态吧，血量就还剩下四分之一了，直接进入了第三形态。第三形态的柱子呢有一点远，如果有喷射钩爪就更简单了。第一个是红色的，看一下能不能来得及啊。漂亮，赶上了，这次应该是打不死他的，还得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就差不多了。哎妈呀，摔死了，我就剩三颗星星了，我的天，我不能再死了。第二次是红色，
说好啦，这个星星是给我的，阿离，你就不要动手了。我只剩下三颗星星了。完事了，完事了。嘿嘿，星星直接变成了103颗，这下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星星用了。战利品也到手了，我要回家做一把脉冲弓，回去打虚空幻影。脉冲弓一点都不好用。嗯，此话怎讲？